佛讲六祖坛经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再次收看《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》。一般人为了让自己在团体当中得到认同，经常会墙头草两边倒，西瓜靠大边，因而不免会有谄曲之心。究竟一个修行人要如何消除谄曲之心呢？并且能够做到不说他人好恶呢？我们赶快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始。 这个所有一切时中啊，不善之行，你念头不对了，举止不对了，说话不对了，都是不善之行啊。所以。 我们呐、啊，新我们看电视，你看，今天到晚电视讲的霸凌霸凌，我小时候就是被霸凌的，因为我个子最小啊，我就是这样子想啊。以前我爸爸妈妈在的时候啊，因为家里也比较穷，所以呀、啊，先天不调。 这个后天呢也不对，所以就个子变得这么矮。他每天中午带便当啊，只带一个菜长，素的素的。我我很早就吃素了。你 <laughs> 小时候没有肉可以吃啊，只有吃菜长。每一次去学校。 我妈妈讲说：“你今天肚子饿吗？”我说：“饿，很饿。”她就给我两个菜장，啊，到那菜市场，打干博菜市啊，还、那、得、个、买菜장一下，包两粒菜장。没有鱼，没有肉，没有蛋，只是素的菜장，菜장啊。大家知道吗？素的장啊，就包花生一点花生，跟撒一点花生粉，啊，然后浇一点酱油。 肚子饿，两颗。啊，妈妈问我：“你今天肚子饿吗？”不怎么饿。好，一颗。<laughs> 我就中午就吃那一颗菜长。我个子那么矮的原因呢、啊？我终于找出来。哎 <laughs>，先天不调，后天也不顺，难怪个子那么矮。 从我那个年纪的，大部分大家都很穷，个子都很矮。我不是讲我妈妈有不善之行，<laughs> 啊，大家不要错怪，因为那时候家里真的是没有钱，所以当初我也有这个，好像是说，馋起心，吃安馋。 起以起心，常起心。我八姐啊，我的那个那一班里面呢、啊，一个最有钱的同学，然后这有时候晚晚上就不回去，到他家去吃饭，啊，甚至睡在他家里。啊，我们以后变成好朋友，他带两个便当。 啊，然后他中午看到我吃的便当以后，他就带两个便当，一个是给我吃的，一个是他自己吃的。因为有这个常起心，所以我就吃了两个便当，但是还是那么矮啊。<laughs> 为什么？因为他包两个便当是偶然的、偶尔的 s o m e t i m e 不是 always 啊，是只是三趟，三趟补一补是不够的啦。<laughs> 所以那时候也有残起心，也是不对的。这里也讲到说，不说他人好恶，不可以随便讲他人好跟不好的，不可以好恶。 这个不可以的，修行人最好少讲话，要守住这个气，你知道吗？红教的大圆满法，宁马派，大圆满法里面有进口，进口，为什么要叫你进口？因为你讲话气一动。 你所观出来的明点光啊，它不会出现；它的金刚念是会闪动，不能稳固。你的心呢、啊，是不住在那个平坦的、很宽广的、那个无我的宽广的、非常的任意的当中。 没有办法住的，你嘴巴一讲话，你心就动，气就动，心就动。所以在修行在某一个部分的时候是要进口的，一进口，心不动，气不动，明点光才出现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 所以经常啊，这个张家短呢、啊，李家长，啊，到处串门子，啊，说东说西的，最好不说他人好恶、啊。六祖讲四字规，这个时候是四字规，常看到自己的过失改正，环境，那么不说他人好恶、啊、是自规。 常息下心，以低下、低下的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见性通达。这个时候，你才能够通达佛法，你才能够通达，你才能够明心见性，更无阻代，不会把你障碍了。 有这些心，都是障碍的；嘴巴讲他人好恶的，都是障碍的。所以应该要更无子代，就是不会有这个阻碍。你的心呢、啊，永远住在任印宽广之中，完全清净。 啊，行者应该要修行人应该要重视这个，把、啊、自己的心常常住在清净里面，不动的，没有障碍的，任运的，宽广的，这样子保持着清净的行为，这个就是修行。啊，这个六祖在。 这一段里面，他是教我们修行。 在，我们继续来聆听莲生活佛开示：何谓圆满报身？什么又是世界六庄严？我们讲《六祖禅经》，六祖说：“四字归一呀、啊，何名圆满报身？” 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莫失向前过，己过不可得；常思一惑，念念言明，自见本性。 善恶虽殊啊，本性无恶，无恶之性名为实性，以实性中不染善恶，此名圆满报身佛。啊，这个是六祖在解释什么叫做圆满报身佛。 什么叫做圆满报身呢？这是要讲一切都圆满的，就是一。但是，一当中还有一，全部都是一，才叫做圆满。譬如清净来讲，清净，只要你清净了。 你当然就是圆满了。报身的意思啊，是很多种的组合，很多种的庄严。以前呢、啊，在西藏有所谓的庄严，叫做世界六庄严，世界六庄严。 六庄严，在西藏有世界六庄严，哪六庄严呢？世界六庄严呢，就是六个庄严世界的圣贤，是指人、龙树、提婆。 吴浊天清，夜称陈呐被称为世界六庄严，被藏人称为世界六庄严。龙树提婆吴浊天清。 叶称陈娜，我知道应该会有五个队，啊，一个啊、哦、q u e s t i o n 其中一个是 question，但是我记得这六个，其他你们如果有这个真正的世界六庄严，就请大家校正。 不一定我说的是真的了，但是这六个人代表着庄严这个世界的庄严这个世界，为什么这六个人能够庄严世界呢？因为他们的佛法非常的圆满，佛法圆满呢。 就世界就圆满，夜就是庄严，所以叫做圆满报身佛。他六祖讲，譬如啊，一灯能除千年暗。 所以呢，你要做圆满报身佛，你就是要清除你内心、你原来所有的一切的累世的业障。你环境法你修嘛，一级佛母你修啊，修了把自己的业障给他还尽了。 你就是一灯能除千年暗今天我们修一级佛母太好，你只要修到相应了，自然把你的所有一切的的业障全部消除掉。你跟一级佛母相应，跟本初佛相应，跟阿达尔玛佛相应。 跟阿松妈相遇，一字能灭千年雨呀、啊！一字啊，我们有一字同修会，一字啊，那乐字上师就是一字同修会的啊，在这边呢，<laughs> 一字同修会，它是乐字。 他的同学会就叫一致。今天呢、啊，怎么搞的都是一呀、啊？什么一灯啊，一致，又是二零一一一一一级佛母，又是一灯，又是一致，哎呀，太巧合了，相应呢、啊，<laughs> 这一个智慧呀、啊。 就是一级佛母，一级佛母的一级呀、啊，就是代表 number one 的本初佛，一眼就代表一字圆满的智慧，一字就是圆满的智慧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一字是什么？它代表着无声啊，这一种无声的智慧。 能够灭掉万年的一面。好好探究这个一字无声，你能够灭掉万年的愚子。什么是无始？什么是无终？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束。那一种智慧，就是无声。 就是一只这个就是一级佛母。今天我们修的都是一的，都是 number one 的，所以一个智慧就能够灭掉万年的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圆满，纵然法界纷扰。 但是你已经有了无声的智慧，你就是一智，只有一个智慧。法界所有一切的众生，法界的一切所有，全部在一智当中，自然能够灭掉万年的雨。 你万年本身的所有的业障，也能够在一字里面给它消融掉。所以我讲一字就是无声，我不能再讲下去了，因为我再讲下去你们都开悟了嘛。那我还卖什么啊？我写那么多的那个禅宗的书啊，就是在讲开悟的啊。 啊，就是要故意啊，让你们几发，你们能够开悟啊！一字无声，不能再讲下去了，因为再讲下去，你们全部都开悟了，已经到了极点了，无声就是极点了，不能再讲下去了。所以呢，六祖就讲。 莫失向前挤，几过不可得；己过不可得，莫失向前，己过不可得。不要去想过去的那些过失，是不可得的。要尝思以后，你要真正的。 实际上的，事实上的去忏悔，就是长思以后，念念严明呐、啊，每一个念头都是圆满清净的，那时候你就看见了佛性，自见本性了、啊。 又到了空中读书会的时间了。我们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《财源滚滚生意经》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。在这篇文章里面，莲生活佛写道：“有人问莲生活佛，财色名食睡是一般人追求的欲望，又名地狱五条根。那么，为什么密教要教财神法，要教人修法得到财富？”莲生活佛回答：“密教为了度化众生，悲怨广大。” 知世人都爱财，所以传授财神法，先以玉勾芡，再令入佛智。财神法的修持也一样会修出法位的，人们自然而然会转化欲望，最后终将进入佛法的智慧，精进修持也能够得到成就。我们今天就以这篇文章和大家做分享。 节目的最后，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，莲生活佛的著作《清风小雨》这本书就免费的送给大家。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，感恩您的收看。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，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，我们明天见。